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回来。那我们今天的嘉宾访问环节呢，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 Hope 武术学校的校长，那么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武术教练 Hope 田田老师。田老师，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。你好，很高兴来到你们这里。您好，田老师，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嗯、呃，好。嗯、呃，我实际上呢是，呃，从小。 啊、呃，开始练武术，大概是八岁的时候。是自愿的还是家长逼的？呃，是自愿的，但是我们那种时候呢，就是比较好的时候呢，啊、呃，我们那种就是，大概是在，呃，七十年代。嗯。七年那阵我们练武术呢也没有什么费用。嗯、那阵就是，我们那里要成立一个武术队，我这是属于自己爱好。嗯。而且我呢，当时，呃，我那种天生条件比较不错，啊、呃。 后来呢，就被教练选上，就入五十队了。自己也喜欢，自己也喜欢，对。那从小时候就赶紧，刚您说八岁到现在，也就是几十年过去了。嗯，对，应该几十年了。这几十年一直都没有断习武。啊、呃，没有，呃，偶偶尔有间断，因为、嗯、比如说最后面考大学的时候，那阵学习很忙，嗯，那就断了将近一年。但是我考完大学以后呢，又继续练，啊、呃，几乎没有怎么断。这么多年收获在哪？ 哎、呃，我觉得是通过练武术呢，一个是增强自信心，再一个呢就是对身体健康特别好。嗯。再一个呢能防身自卫，再一个呢就是传承一种咱们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文化。嗯。最近也是成立一个学校。对，我。成立了这个以以名字命名的这么一个武术学校。对我是在零六年来加拿大以后呢成立的。怎么会想到成立学校？想把自己就是获得的这些武术的知识传授给别人。 没错，因为中国武术呢博大精深，它内容非常丰富，而且人通过习练它以后呢，会得到很多的益处。嗯，我觉得呢，我练了那么多年哈，我觉得应该把这种经验哈，把这种学到的东西呢传授给更多的人，让他们呢也得到益处。具体来说，这些益处有哪些？啊，比如说，比如说从小练武术呢，会身体呢长得非常中正，嗯，啊、呃、非常直，啊、呃、举一个例子，啊、呃。 在我这边呢，有一个孩子来练武术的时候呢，他是很驼背很严重。经过练武术一年以后呢，他现在直直的了。嗯，哎，我觉得对他来说，他不管他练武术能不能练成多好将来，但是我觉得把他的背直了，这是最大的益处对他一一辈子、嗯。嗯，那我相信可能啊，包括我小的很小的时候，想跟您聊，啊、我也练过这么几天啊，啊就嗯。Um, 很多小孩子会对武术有一种抗拒，觉得会非常苦。比如像电视上看少林寺的那些啊武生，他们比如说啊蹲这个马步啊，然后很苦的那种训练的生活。在您这么多年过来，您觉得苦吗嗯嗯嗯嗯嗯嗯？嗯，看来您也是很在行的哈，能能组呃说出这个马步这些词儿来。嗯，是很苦的，因为苦功夫苦功夫嘛。嗯，你没有吃不了苦，肯定练不出功夫来。但是呢，嗯。 你越练时间越长呢，你会越有兴趣，但就没不会觉得那么苦了。最苦的时候就是开头入门阶段，那阵、个、呢，你看柔韧性也不好，协调能力也不好，压腿啊，先疼啊，嗯、哎也累啊，这时候是最苦的。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啊，就觉得没那么苦，就是而且呢，自己呢对他越感兴趣，哎，在练舞的时候呢是一种是一种欣赏。嗯。啊，那那这个。 您觉得习武的人他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什么？比如像他可能天生柔韧性会好一些，这个挺重要的。另外，我在从您这个话语间，我听到是不是应该说这个韧性就是非常有毅力？对对对，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对对。呃，韧性是最重要的。嗯，有的人呢天生条件呢啊、呃、不是很好，但是他坚持的很好，他也会出成绩。嗯，但是呢，如果说。 这个人天生条件又好，哎，那他再加上有这种韧性，那他就是成绩就是特别的优异。嗯，比如说李连杰，嗯，啊，李连杰就是天生条件又好，而且能有从七岁开始练武呢，一直不断。那那咱们是每个人都知道他，嗯，啊，他是国际武术巨星啊。对对，对包括可能像我现在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这个啊、嗯、家长，他们会存在一种误区，就是、嗯。 不是特别愿意小孩子去学习武术，因为他们觉得小孩子学武术不长个儿。哎、呃，这个是个严重的错误观念，<laughs> 跟我们纠正一下。呃，这个，嗯，首先我讲一下，呃，首相对来讲，嗯，个子矮的人呢，比个子高的人呢，练武术的，呃，成绩要好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个子矮矮的话呢，啊、呃，他协调能力啊，比如弹跳啊，相对来说，他对他来讲就比高个的要容易。 哦，oh. 所以出了成绩的人呢，大部分个子都不高，不高。比如说李连杰，啊，然后比如说甄子丹，嗯，还有赵文卓，但并不是因为练武术影响了他们长个。李连杰有两个哥哥，他两哥哥也并不比他高啊。如果说如果练武术长影响长个的话，李连杰应该比他两哥哥矮。再从我我讲来说，我们家有四呃四个孩子，呃，我上面有姐姐，下面有弟弟有妹妹，嗯，就我一个人练武术了。 但是我的个儿是最高的，我弟弟吧比我稍矮一点儿。嗯，啊，练武术绝对不会影响长个儿。所以说这个误区得给大家解释清楚了。嗯、对对对，<laughs> 那我再想问一下，那说打篮球就长个儿吗？很多人觉得是哎、欸。哎，可是你想挑篮球队员的时候，都是挑的大高个，是不是？<laughs> 那倒也是，您说的这属于单、嗯、就一个先决条件了，就是说他可能个子本来是说本来就不高，<对>然后他练出成绩之后，大家就觉得哦，他可能是练武练的个矮了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其实不是这样，对。嗯，行，现在我相信可能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也是非常清楚这个，这是一个误区哈，嗯、我们不要再讨论了。对，好的。您开完这个学校之后，我相信武术它下面是包括很多不同的类别，对吧？啊、呃，没错。 呃，武术呢，从最大呃大致来分呢，可以分成两大类，嗯、一个是内家拳，一个是外家拳。您主要教授的是？我教授都有。都有。比如少林拳呢，我教授少林拳属于外家拳。嗯。而我也教太极，还教形意八卦。嗯。而这个就是属于内家拳，形意、太极、八卦构成了武当。好多人说，哎呀，武当是什么呀？武当功夫呢，就包括了形意、太极和八卦。嗯，对。那您这个学生的？ 主要是小孩子还是说是成人？呃，练少林武术主要是小孩子，小孩子都是啊，都是从六岁啊到十几岁。嗯，练太极的呢，呃，主要是大人，但是呢也有一些小孩，比如说有十几岁的。嗯，但是太极呢，实际上练太极的不受年龄限制，呃，从小孩到老人这个阶段的年龄都可以练。嗯，因为他呢是主要是呢是健身。嗯，啊，当然了也也防身了。嗯。 那那只能是那些特别，真是特别喜欢武术的啊，再可以什么练太极推手啊，哎，就是练防身的这些技术，啊、哎，对小孩来说呢，我建议来说呢，是先练少林武术比较好。等他们练少林武术练好以后呢，将来再练，比如说太极啊、心意八卦，他们进步不会非常快。这样是内家拳、外家拳，他们一起练的话呢，这样会对他们，都是一种相得益彰、相互帮助。嗯。 那、嗯、您在招收学生方面有没有说一些要求？你要有这个基础，或者说你柔韧性要好，我才可以收你；或者说我、啊、我没有任何要求，只要你感兴趣就可以来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的，呃，教武术的目的呢是要普及武术啊，让人更多的人练武术，得到他的益处，嗯，哎，得到健康，得到长寿，所以我对他们没有任何限制，只要他们来参加，那我就非常欢迎。 但是有一点，就是说呢，我希望他来的时候呢，能就是能坚持下去。啊，目前呢，我的学生呢，是对，呃，从从开头只刚开班的时候就几个孩子，我现在有二十多个，总共还加上太极吧，有四十多个人。那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坚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，那这些学生他们都能真的坚持下来？没有没有，有的有的就亏掉了，嗯，啊，有的呢就是。 呃，练上一段时间，呃，觉得非常苦。有的呢，就是，嗯，可能是由于换地址了，就是家里买房子搬到别的地方了，就不来了、嗯嗯。他们这些小孩是说出于自身的一种对武术的热爱、对武术的这种爱好来学的，还是说家长哎，让孩子？呃，有有两种吧，一种呢就是确实是喜欢，而 <laughs> 有的呢就是属于。 因为很小的孩子，他对武术呢并不怎么懂。嗯。哎，就是大人呢，就是让他来，他就来了。最主要，如果呢这个能孩子能出成绩，他最主要是他主动的来练，哎，他知道好，他能主动去练。嗯。像像学习一样，如果不主动的学，肯定学不好。哎，主动才能学好。好，谢谢田老师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，请到田老师跟我们聊聊有关这个武术健身的话题。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，广告回来再会。谢谢。